作家是拢吼用迄，拢尽量用迄、那个，我认真描述怎么样的境界的，什么样的哦，多美好的哦。但是呢，作家去用到这个德未曾有，德未曾有吼、哦，作家若一写来吼、哦，读者会讲，啊你写这要创啥？啊我都暗帮碰过啊，你写这个，你写这境界我都不爱，不爱看。啊我暗帮有啊你。你写的，德未曾有的，前下搭蛮有诶的感觉，哦，所以叫做不可思议，啊，安尼敢未使，敢听？所以咱阿赖耶识老来拢是啥？拢是名言式。好，我即摆个讲一个比例互恁听，是安那八风一吹就动，啊，就是因为安尼个伫个，这八风一吹就动。比如讲吼，你若互骂一句啊吼，我你着强要动袂掉，啊，啥啊强要动袂掉？因为吼，你的阿赖耶识内底吼，迄、那个名言的业种还袂解决，啊那还袂解决呢？因为吼。已经留下可以造成你苦的因，就是基因的种子。啊，那呢，咱要修改吼，未讲吼，这个你已经集成这个业种吼，哦，以后会成为带来你苦的结果，就是讲你要修改吼，要会当吼，从阿赖耶识里面把那种。会造成你苦的那个基因的种子，修改不去。啊，那时候你才当吼，听到什么话吼，拢会自在。这样，那我感觉你们觉得怎么样？是你德未曾有啊？啊，是你不可思议解脱境界啊！啊，所以这些咱来就修出来啊。啊，我跟你讲。啊，人骂你，你都不要紧，你都甲忍落来，吼、哦。啊，未了解这些人就讲，啊，搁忍袂住，是免来忍啦。啊，我先啊，搁忍袂住，啊，我迄个业种都还袂解决掉。我这个相有甲粗重，对明年的相有甲粗重都还袂解决，你是免来忍袂住。哎、欸，一听着都强要爆发出来，是免来忍袂住。哎，我好，慢，我熄火，熄火可以熄多久呢？两秒钟。小大人都讲行开，行开啊！熄火，多久呢？两秒钟。啊，他安呢？都还袂熄的，所以、哦。哎，就跟他讲哦，一杂草哦，杂草哦，它的根还没有拔掉，你用石头暂时啊，搁地里面，啊石头刻走哦，要继续翻。所以，啥物叫做解脱呢？修改迄款哦，一夹起来迄个种子无去，迄叫啥灭地，妄心灭了。苦集灭道灭，啊！你讲爱修偌久呢？好，那个诶，修甲无去哦，那个德未曾有，哦，唔捌有诶感觉，哦，安那样，从此呢，不再受基因的种子干扰。来，《佛说此经》里的诸比丘如佛所说哈，欢喜欢喜哈。现在是哈，做想要甲你，做想要搁较深的物件讲出来，互恁吼，互恁先尝到甜味。
咱再去继续来讲个经文。这是一个瑜伽师地论来的吼，伊讲这个唯识三智性吼，就是讲，哎，啊，让这个让这个名言是到底是安那形成的？做一个去哇，真的很深又很细又很广，全是。原来的是吼，相名吼，它会成为我们骗记子的一个人。起因啊，所以骗记子也来源的是从这里来的。啊，这个物件不是今麦在碰到，是从过去早就留下来的东西。哦，过来啊，等到有一天呢，你看到真正哦，比如说我看到这个麦克风啊，哦，那我过去。的那个种子的那种概念呢，开始对这个，对这个麦克风呢，开始有一点哦，到底是有没有看过？那我怎么把我的概念呢加上去的感觉？我怎么把我外概念呢加上去的感觉？我举一个例子哈，比如讲，我过。咱过去生敢有用过电脑？毋捌用过电脑嘛？你个吼，平台才有诶嘛吼。这是咱诶生住意灭了才有诶啊。那进前诶，进前无得啊，搁有一个生住意灭，无得，无即个生住意灭，进前迄几劫无得啊，嘛捌有电脑过啊。但是迄个已经，迄毋知偌久以前啊。因为所有的科技会什么？会随着众生慢慢发展，发展到有一天灭了，灭了哎，以后还会不会再出现呢？不一定啊。哦，所以世间的种种变化，都随众生的业感哦，然后感召出什么样的一个科技发展，或者是什么发明出来？好，但是。这些东西呢，拢都留在咱的心识内底，都形成一个概念上的东西。所以相名对以后碰到所缘境的时候，那就是拢完全一个概念性的东西。啊，这个概念性的东西到底是有还是无呢？无啦，这毋才是有。概念是新的物件，哪有啊？就敢若讲，惊，有时人来来去去，啊，伫个镜内有咧影像，对不对？啊，这影像到底是有还是无？到底是有还是无？后面嘛是无，真正有的是镜本体才有啊。然后呾影像尔，人根本都无入去你个镜内啊。所以留下敢若影像尔，啊，这个影像到底是有啊无？当然嘛是无，因为人无真正入去你的镜内啊，你敢若留影像落来尔。所以概念性的东西只是什么影像，它不是实有的东西呀。这样，安尼了解吗？所以呢，那不同的人出现，他整个影像就会换了啊。所以妄心是实有还是非实有？不是实有的啦，那就是敢若影像尔，你知无？哦，但是哦，当我们在碰到这个东西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想：哦，那我怎么样来，利用它？透过我的概念的来利用它，啊，然后我就开始做设计哦，设计到哦，能够怎么让我呢，可以好，
好做利用的。啊，无我当看到这個，我唔知道要做啥用啊，是不是安尼？啊，所以我们就开始什么利民、假施设种种的感受啦、想法啦，然后做法，所以呢，五音呢都安尼、造出来。透过咱过去留落迄个、概念，在这个东西上呢，开始做什么？做音像利民，然后受用。想法跟什么造作，哎，就是哦，色受想行的发展，哦，所以就在这个依他起，所以麦克风的比这几个依他起，而且依他起当然是源什么？源过去，过去有的那种感觉来做。依他起的另外一种执着分别，所以它又变成，所以上面圆这个，这个再圆这个，那阿赖贵顶吼，就跟他十二因缘来对，无名缘起，行缘事，所以无名跟行都变成事的，全行的物件。